我不想再带给家人的伤害，所以我选择离开。我终于回到韩国了，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他八年前就离开家，你是江李静吧？你好，金河镇的女人，我今天想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未婚妻？我不是叫你有多远躲多远吗？怎么又出现了？现在马上打包离开这里。 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你刚才对李静说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未来综合台玻璃面具。